時間晚上差不多九點鐘，萬區街頭果然進入無政府狀態一樣，市民發曬癲，過萬人一齊上街，不斷叫喊。現場仲有人發射水炮，向無辜的市民發射水炮。部分市民出街都要帶槍旁身，因為你唔射人，人就射你。喺呢個環境之下，究竟嗰邊咧，一個軍人一個警察見唔到，軍人警察去曬邊度咧？咁個環境仲乜？哇！中槍！哇！好痛，好痛！啊，唔係，係好凍先啦，啲水好凍。哇！好驚啊！失咗令人震驚。跟住我仲聽到啲人喺度高叫口號，高叫口號啊！佢嗌咩口號啊？唔係阿 P 士翻屋企，係高叫十萬 DB 幣，新年快樂啊！唔得啦！